李易峰花式馆粉丝要纸巾，一开口后面美女直接懵了。李易峰在娱乐圈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了，长得也是非常的帅气，在娱乐圈也是有着很高的人气，出演过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，也是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不过这几年来李易峰的作品也是有所减少，人气也是有所下降了。不过对于喜欢他的粉丝来说依然是非常的喜欢了。最近李易峰也是现身机场，只见当时在机场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幕，当时天气也是非常的热，李易峰在现场的时候也是花式馆粉丝要纸巾，显得也是非常的机智啊。当时李易峰也是称，你说我有那么多粉丝，怎么就没有一个粉丝给我递一张纸什么的。